我觉得这一版的解放改这样，我说真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它有它变得变化很多，因为它大伤大，所以你今天可以拿来点燃，你也可以拿来直击，然后它又给了你一个珠宝，让你可以重返荣耀，是不是？你们今天想 COC 也有的选。然后他其实也有考虑到一些问题，就是其实这个技能的范围没有很好撑，然后如果你有给他 CD 的话，你是用不了的，所以他内建加了范围，蛮贴心的，觉得弄得还不错。你看他被我炸到，真的是炸薯条哎！你看，烤猪心，对，怎么样？直接切阶段。好了啦，把你的心脏掏出来，让我炸炸。有点东西啊，有点东西啊，那个速度。我现在很怕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的机加萨鲁啊，如果拿下来，再加这条阿兹里项链拿下来之后。我的回血会不会回不起来那个正火的扣血？如果会的话，那我是不是有一点小爆康？看他，他是迟缓而终的迟缓而哎，精英迟缓而哎，要两个大点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看看哦，在我们没有这些回血装备的帮助下，我们有办法开正火吗？不太妙，修修修修修修修，我们现阶段先用这样，以后看要怎么样要换再说。但是我们现阶段先这样。那我先把抗性先随便撑撑，先撑起来，然后反正先能打图比较重要。手套还不错、啊，这样的话我的敏就可以拔掉了，可不可以拔两颗？哎呦，拔两颗哎 ！shit， 先来张图看看，不妙的感觉。赤贫居所好了，这个是不是这个有点太刺激哦？我们先不要这样。靠，要我的魔不够哎！我没有魔可以点。靠！要我回魔太慢了，我炸不出来啊！我操嘞！回魔太慢变正火，尴尬。还是可以硬烫，还是烫得完啦。我烫一次那个网，看看我们的伤害怎么样。再来，我觉得魔力的问题是好解决的啦，一击必杀哎、欸。我就烫他一次，他就被烧死了，所以我们的伤害是肯定有点东西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解放一下61魔，我刚刚总共好像就只有62魔，我87魔，但是我坚决战偶会耗魔，烈冲35魔，我的天，我怎么可能 hold 得住？这下出大事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要放弃正火，正火感觉要被排毒。可是人家就想正火啊，干！只是你知道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你看哦，我有正火的话，我可以烧死这种小烂怪。可是现在的问题是，没有正火，我他妈还要为了你个。垃圾还要特地过来炸他一下，我就觉得哦，亏，那这种感觉你们懂吗？为了你们，我他妈要把我的红球放掉！哇操！如果我愿意把我的范围撑得很大的话 ，Thank you， 我还真的是 Thank you。如果可以把我的范围撑得很大的话，是不是可以？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少一点？请问有人有感觉到我的范围有比较大吗？我怎么插了范围增大之后没什么 feel 啊？
我现在真的有差范围增大哎、欸，开箱炸一堆刺刺鸟，把自己炸死，这好像是蛮容易发生的。哎呦，双王，哎，哇，一下就烧死了、欸，我就只炸了一下，我刚刚全程我就只炸了一下，有没有？其实很烫哎、欸。T 几 ？T 二，不到，我们才66等而已啊，不错了。正火没了吗？唉，正火被我们排毒了。我是很想要正火啦，唉，过瘾一下。你看，我们连炸都不用炸，跑过去就好了、欸。我们现在要考虑的点不是那个大圈小圈的问题，是我们要不要有阵火这个点。就是阵火对我们而言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我们如果有阵火的话，就是可能我们打图会有点小顺，但是也没有说真的要顺到很多很多，但是就是会舒服一点。那没有阵火的话呢，我们会得到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洞会解放，我们可以穿鞋甲。然后正火的话，就是可能我们可能每秒可以回个10几%血，这个点差蛮多的。就是我可能会失去1500，甚至是1000、1500左右的每秒生命回复，就为了这个正火。你看，我们不用正火，我们打张图不用正火。这个就是没正火难过的地方。我炸完这一波之后剩两只孤儿，我要特地再过来，再炸他们一下。哎，还是我应该就放下仇恨，就放他们，就放他们走了。没炸到就算了。为啥你明明魔力是问题，却把正火解决了？我们解决掉有问题的人。你知道把正火解决了，真的可以解决魔力问题吗？感觉这只明天赛巴有希望哦。小竹跟我说，我这只跟他的很像，不过他的是火墙，然后他的帽子可能有插一些什么投射物之类的来触发这样子。我觉得。我觉得小竹也应该要把正火关了、欸。这个 build 的抢劫超危险，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应该是超安全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他厉害的点在哪里？这个那个，我这样炸完之后啊，这一圈地面啊会持续燃烧将近10秒，所以说靠近过来的怪我不用再炸他，他就会自己烧死。所以这是他很厉害的一个点。你看我故意站远一点炸，那你看我把后面的狮子都拉过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明明就没有在炸，不是啊。但是抢劫的时候，我就是站在中间，然后他新过来的怪物，他就会自己一直被烧死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就是他们一直这样围过来的话，对我来说其实是还蛮爽的。我们只要撑得很硬就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一定可以撑得很硬。我们有10个红球，我相信应该是很硬。我们还能够提升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对伤害这点是完全不担心的。不准笑！